现在已是盛夏，依然有花在开放，所以我们在澳洲可以四季闻到花香。这应该是一个教堂，阿德莱德被称为教堂之城，这里有上百座教堂。非常的威严，狮子是英国的象征。这边依然属于阿德莱德大学的一部分，这是一个法学院。这个公寓楼也是去年刚刚建造完工，有30几层。这边的建筑属于阿德莱德的另一所大学，南澳大学。因为大学分为很多的学院，所以它分为不同的校区。这只是南澳大学所校区当中的一部分。我们上去看一看。
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的主要就是北大街中间非常主要的这段，在北大街的东端还有一个植物园，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会向大家做一介绍。那让我们在今天这片小的瀑布当中，水井当中结束今天的录制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观赏，也希望大家支持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。